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2月16号，时间是16点45分。我现在位置在北角的英皇道。最近呢看到新闻，新光戏院呢由一间教会购入了成为新的业主。將會咧作為教會的新會址啊！新光戲院大劇場咧前身咧就係新光戲院。咁我以前咧都係喺北角住啦，同埋喺北角讀書嘅。咁個如果北角依個地標消失咗咧，就係好可惜啊！因為勾起我好多嘅回憶。以前約朋友去馬寶道行街，都會同 van 仔講新光有落。好慶幸咧，劇團咧已經聯絡咗新業主啊，希望能夠保住新光。新聞仲報導，新業主咧都好積極去回應同埋配合各方面嘅要求。劇團咧，佢哋希望咧能夠有一個雙贏嘅局面，結局係皆大歡喜啦。其實連我依個北角嘅舊街坊都希望他們能夠有雙贏的局面。以前呢不是個個家都有磅的，所以去看戲呢就順便入錢下去磅一磅體重，那他就會出了飛仔出來告訴你聽幾多磅。記得以前呢還有日本片上映過添，新光戲院咧唔只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仲係令我回憶到同屋企人嘅歡樂嘅時光。这边呢就是入场的入口，虽然它是做粤剧，但它的摆设呢跟以前做电影的是很相似的摆设。这边入口就是去数码戏院的，
新光数码戏院咧，仲有啲时光倒流，那些年嘅怀旧电影上映嘅《秋天的童话》《胭脂扣》《僵尸先生》《倩女幽魂》《精武门》《龙真虎斗》都有啊！依稀记得呢个位置是卖小食的，以前这个墙壁呢就是摆不日上映的电影剧照。而家側面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書局街嚟嘅。呢条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啊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条片见啦，拜拜。